是他，不像啊。咦，啊，你看怎么了？上面是是啊，你看上面写着他们。哎，怎么可能啊？你就说啊，我早就看他们两个不对劲儿。你长不长眼睛？哎，哎，小姐，我那诗人为安安沉默，却为我开唱。幸福的宁宁，喂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什么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什么不关你的事儿？给我说清楚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一大早全学校只要是个人，全都收到就在采信了。不信，不信你问他，你问他，你收到没？我也收到了。对啊，安安是谁呀？那个，你和宁宁好上？这不早说，挺快的呀你。哎呀，没有。哎呦，我的手机呀！哎，发生什么气啊？